忙打拼甘山甘甜，老公出出几十年，不是马爷。老师，可以请问一下啊，咱们的捏把圆的、菱形的怎么捏？好了好了，教教你们啊，顺便学几句客家话。客家话学起来了，待会儿我们坐点久了之后，闯第二关会用到客家话。你们这个时候正好，希望你们今天来啊，可以好好的学几句客家话回家，好不好啊？加油加油啊！今天就是你们的创意，好好的表现一下。要找作品之前，记得要看看你们的名条有没有贴在盒子上啊，方便我们评审委员来评审。这首歌是客家的，这个老幼妇女都会唱的《客家本色》啊，作品。梅祖啊。才早啊，才十五分钟，已经有做三种以上的成品出来了啊！请工作人员排好。每组都做得非常的好啊，要从这个好中找出最优秀的，真的不简单啊。就是这个小小的报告，你的也是可以啊，就请我们旁边的志工老师们帮忙把作品拿出来。现在有一个评审就已经出来，9:30才截止。那作品找出来的，你可以到司仪的左手边的前面这个帐篷底下，有四个很漂亮的像金字塔的这个帐篷啊，很华丽的啊，让你去排队等候闯第二关。第二关里面也有非常好的礼物要送给大家，只要你会讲一句。我们负责第二关啊，第二关闯关游戏的志工朋友，你们要他们带号码牌，要拿什么号码牌？麻烦你们跟我们讲清楚啊。
在你的桌子啊，手套。那完好的朋友们按到我的左手边的前面的帐篷，司仪左手边前面的四个小帐篷啊，很俏丽的帐篷，到那边排队。有不清楚的，我们那边也有负责的志工老师，那您就请问他啊，他会给你讲解的很清楚。四仪左手边前面的这个四顶很可爱的帐篷，到那边去排队啊。那边闯关游戏是9:40。那边的闯关游戏是9:40开始。那个汤圆创意 DIY 到前面来，我们的成品展示桌已经排出来了，你们也可以参观一下啊。待会儿评审在评审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靠近了啊。有一个纸箱的地方，我们颁奖，我们要颁发的是有两个阶段，在第一阶段我们要进行的是客家版 DIY 亲子造型汤圆竞赛哦。我们刚才呢，在今天一早的时候有进行这个非常特殊有创意的比赛，那我们精选了入围的10名佳作，我们现在呢就要请创到名的小朋友我们到台上来，待会呢我们会请林市长来为各位颁奖。非创意哦，没位置。我想今天这样的画面呢，非常的温馨，非常的感动。我们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呢，带着小朋友一同来参与。好，谢谢。再次的恭喜大家，恭喜恭喜。三个台湾没半点钱，三万多